既然缘分让你我在这里相遇，那未来的日子就由我来保护你吧。嘿，刚刚有没有暖到你们？是不是很暖呀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左凌杰，很高兴这次能参加这个节目《少年之名》，非常荣幸。然后呢，看这是谁？我的好伙伴，钢铁侠 ，Iron Man。砰！科幻电影呢，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电影，就各种科幻电影我都非常的喜欢。平常我还会有一些课外的活动，比如像踢足球，但是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踢了。还想了解我更多的兴趣爱好吗？如果想知道的话，就来少年之名关注我吧。加油，一起冲！